亚洲音乐在澳大利亚呢越来越火了、就是越来越火，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注意到这一点，我是觉得现在有更多华人歌手来到澳大利亚开演唱会嘛，所以我相信应该是一定有一些影响吧。嗯，那么你那个去年呢在这里举行了一个 3D 的这个演唱会啊，那么接下来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呢？你当时满不满意呢？很满意这里歌迷的反应，那当然希望可以下次有新的演唱会的话也可以尽快的赶快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Hello, this is Rainie. Hi, I'm Show. We are with SBS PopAsia.